这里是最好的舞台，但是机会命运还是要自己选择，请选择。机会命运请选择。我刚刚就想会不会对到我，不过我只会全力以赴。好，命运是谁呢？差一点。好，我们来欢迎黄丽小姐。好，这个鹏鹏紧不紧张？有一点，有一点啊。好，拿出你最佳的本领，你会唱什么歌？等一下唱，不服。黄丽，你准备什么歌？我要唱沙哑的沙哑。啊，沙哑的沙哑。沙哑。好，好，我们请鹏鹏先开始。坐好，别哭，看看你又飞成什么样子，非他不可，别傻了，摆明爱你一个他不满足，可以为了爱勇敢，但别为了爱糊涂，爱得那么苦还不够满足，我就是不服。我们请黄丽准备。好在路上找个地方，音乐能盖过那至少一百分贝，路人肩膀撞了就散，喝一点两天三也不睡，试着无所谓，流过泪气过谁，把自己累到了极点，不让谁骗就伤，该放就放，大声叫大声唱，大哭一场，不在乎，我要一边哭一边笑一边忘，爱爱爱爱爱爱爱，只是这样，跟着大声叫跟笑声更不管，声音都沙哑沙哑了，继续唱，不能要
提防，从不间断，我隔着释放，我能沙哑着沙哑着大声唱，累累累到了极点，不让谁骗骗骗骗我眼泪，无论肩膀撞了就散，伤了就伤，该放就看你抽到黄历，我觉得你整个人就没了气儿。其实我觉得你很会唱歌哦，你有很特别的声音，声音很亮很直，可是我觉得你没有 enjoy 你的表演，那你非常就把它唱完了，我觉得你充满了紧张跟不服。然后你们升 key 以后，黄历很稳定，而鹏鹏你升 key 以后音跑了好多、哦、高音的部分其实我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，只是唱的有点用力，就跟我们上一集那个木工歌手一样，有一点用力。对，我也很喜欢鹏鹏的唱歌方式、嗯、可能性是因为你可能参加比赛比较少，对不对？你的经验比较不足，可是你那自然的唱法很可爱，然后音色很洪亮，很好听。那黄丽这几集下来，你的眼神跟你的肢体进步非常多，变得好好看。谢谢。你只有唱歌的时候如果可以再用点力的话，而且用完力以后还是要准的，那就会更棒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打分数了，我们看看300万观众怎么说。好的，在我们这个现场呢，每一个人都很认真的在听两位选手的表现，听完之后当然也会有自己的感想。来，这位先生，你发表一下听完王鹏文跟黄丽的感觉如何？我觉得今天评审好像都比较喜欢黄丽，那我个人觉得王鹏文他的声音比较特别，而且他其实小小可是爆发力很强，然后很喜欢他的表现。好，那我们左边这一位也很特别，因为他其实是一位大陆来台湾观光的旅客，那刚刚经过台视发现外面很多人，他就决定进来了。原来是客，掌声欢迎一下啊！你好，你好。就是昨天刚完成了一个人的脚踏车环岛，所以最后一站来到台北。哦，那这跟我们节目有什么关系？没有啦，就是我想炫耀一下啦，炫耀一下。好好好，欢迎你来台湾，而且也恭喜你完成环岛旅行，我们都不见得做得到。但是更重要是今天你听到两个声音，王鹏文、黄丽，你的感觉是什么？我觉得黄丽选歌非常棒，很能展现她那种成熟女人的性感妩媚。是。像就是鹏鹏的话，我也很喜欢，她小小的身体有很大力量，不过好像外衣着打扮上很 rock， 但是觉得精神还欠缺一点，因为她的眼神不够沙了。哦、对，有点就是看得出来会紧张。他都已经化成橘色了，还不够傻。对对，就是他看地上，我一直看到他的眼皮。哦、你说眼神没有看到、哦、没有看到眼睛，他不敢看镜头。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好，这确实台风呢，也许会影响一些您的观感。不过到底谁可以直接卫冕呢？我们交给五位老师，小燕姐。好，在上个礼拜，王黄丽得到了87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现在就要来看两位的分数。我们先看鹏鹏的分数，用高亢有力的歌声挑战歌手舞台的王鸿文，